好，望住啊，呢个就啱啱都系呢一两日成交新鲜滚热辣啦，就琴日报出嚟嘅。就是这个呢，就今天晏昼一点钟到的时候过影啦的 video 啦，咁就是这个葵涌的石蔭路98-112号地下 A 铺，就小巷单边位嚟一个菜档嘅。佢菜档之余呢，加埋楼上嘅一个套房，有三间套房喺楼上嘅。租金回报 OK 嘅，有成3.8呢，因为楼下个菜档47,000啦，楼上嘅三间套房就12,000啦。咁一个自建角嚟嘅，就唔係入即角啊，咁所以楼上套房道理上就要拆嘅。不过菜档就冇乜所谓囉，如果你变咗做间餐厅呢，就一定要拆啦。咁楼下就1000尺啦，楼上就800尺咁啦。咁门阔大概16尺，深都几深。55尺到咧，咁啊高就大概我谂17尺到啦，你睇到图即见到噶啦。咁啊三间嘅套房就系楼上啦。咁啊呢个就系个石蔭条街呢度就直接石蔭路啦。侧边嚟，如果你识嗰头嘅时候咧，就望住嗰个叫做北葵涌街市啊，同埋公共图书馆个背脊，就唔系入口啊个背脊。咁呢个位咧，始终就系只要缩咗入去啊。縮咗入去個位，咁啊即係外來人，即係個菜檔咯，用啲街市嘅街坊生意咯，跟住去翻童子街嗰頭，咁啊即係呢啲，唉，我都唔知點，一見到我就耍手擰頭嗰只咯，要好平咯，咁所以我又明白點解人會買入，因為都呢數回報有成3.4厘度，唔係3.8厘度，咁我又明白點解買，咁但係 OK 嘅，咁但係你話升值好多，我又睇唔到，不過就呢啲位做菜檔啊，咁啊做生意都 OK 嘅，咁啊一個評價就市值啦，市值。5分啦，10分就超平，1分就偏安，咁啊0分偏安，咁啊就系呢个5分啦，5分咧个普通市值啦，市值 OK， 大家睇睇嗰度附近环境。